接吧，给你了，抱歉，来了，我厉害多了，丁香鱼包一百六，丁香鱼哦，很少有丁香哦，哎呦，可以先存存些留了，存些留了，存些把加上来，来，就这样，大象来，见到我见，到来，到来，到留来，大象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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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象来，来，来。好像很多，轻轻的叫，轻轻掉了。好像把两块钱都，好像把我两块我的两块都保留来，包买哦，包下来，包下来了。来小姐。他们说卖多少钱了？几条？可以叫轻轻掉啊，就打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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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啊，就好，好来，像这个小象不会的啦，小象来，把肉包来，包来，把肉来，把肉夹，还夹了包，包包有三包，三包三包有两包，这老李，包了。小局长，你到时候啊，你先进头，你得先进头的。太多太贵了，太多太贵，太贵了。你还无你先材料的，你是大陆来的对不对？阿公，阿公，有阿公。哎，乖呀，乖，不错嘞。我们在聊天，聊事情嘞。哎，我们先停下来，不停下来，用点包，也不然包，好像不停下来，三百，不停下来，好像要，不停下来，三百六了，好像要我用。能包了，现在包了。明天虾子会不会瀑布、哦？不知道哎。今天没什么虾子，明天应该是今天虾子太贵了。没有白虾。嗯，今天没有了，没虾子，应该完全没虾子哎。为什么？季节吗？不是，应该是今天虾子的价格，可能鱼市的虾子太少，价格太贵了，所以他拿过来你们不划算，他也没办法卖。太贵太不好卖啊！对，不能卖之前的价格。他为什么不会回家？我不知道，有些人比较喜欢那个新鲜的感觉。嗯，那么新鲜的感觉的，你不好放两天花，你两天花不？我因按摩馆嘛，那个有没有新鲜的？按摩馆那新鲜的，功夫好一点的了，新鲜的不痛啊。不然人家新鲜的，叫打开来个，人家从新鲜的。没有，有的人去了讲，啊，今日有新来的无？新鲜的。你用这下来，用这下来，用这么就无下来，不是新鲜，奇怪，你这三只卫生啊，你用快就知了下来。